王力宏婚变风暴暂时告一段落，但近期演艺圈很不平静。女网友抛出和林俊杰一连串彼此互传的关心讯息，两人也像情侣般吵架。女网友生气说：“太不舒服，怎么还会被你骗？”控诉林俊杰：“你那么多女人，怎么偏偏找上我？”林俊杰还安抚她：“先冷静，我完全没有要跟你玩的意思。”不要再用我的名字装作是我，然后去跟别人讲一些有的没的。Right， 所以你们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判断，真假。今年6月，林俊杰才特地拍影片，因为自己被人假冒，呼吁粉丝不要受骗上当。对于这次暧昧点名，林俊杰也立刻撇清，但女网友丝毫不放过他，要林俊杰面对，做错事、说错话都应该负责任道歉。如果两天内还是这种公关应付，那就不会再忍受了。倘若那天。该说的话好好说。不少中国网友对于女网友的发文指控都提出问号，怀疑是 P 图造假，说林俊杰怎么可能用自己杂志照片当头像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林俊杰依然还未回应，只是女网友猛发文和 JJ 到底有没有关系，实在让人摸不着头绪。三十五王社张启云台北报道。